声音太小了，再大点。张艺兴队长，这是你第一次来参加 Underground Battle， 而且还是你自己发起的比赛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说好玩，在一起玩开心。Enjoying the battle. OK， 这场 battle 当然聚集了很多人，然后凯哥现在站起来了，很开心。锦旗哥也站起来了，特别开心。几位裁判肯定都要站起来了，因为张艺兴队长说，在这样 underground battle 当中，就算他是表演赛，也需要有六位裁判来判个胜负，不是只是跳完了大家一热闹啊结束，而是说要用最好状态、最认真的状态来进行这场 battle， 而且六位裁判要给出一个胜负 ，OK 吗？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吗？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吗？你们到底期不期待这场 battle？ Three rounds, alone, drop the beat. Boom boom.推高一点，不不，声音再推高一点，我逼你。
现场的观众啊，直播间前的观众也完全看疯了。判罚之前，给我们波波的声音在哪里？给我们张艺兴队长声音在哪里？六位评委 judges， 谁将获得这场表演赛的胜利呢？我跟大家说一下。在这一场 battle 开始之前，评委都不知道他们要判罚，真的是刚刚知道的。 3 2 1，一票之差，一票之差。把欢呼声送给我们的布布，当然还有我们的张艺兴。我们在这里真的就是这场 battle 之后，每一位裁判都讲一下，就是自己看到这一场 battle 怎么样。没事，牙哥，这是一场表演赛，然后张艺兴队长说可以判罚没问题，然后想感受一下 underground 的 battle， 布布。来，豆豆老师先。哇，这个这样才真太好了。首先，波布是我心中的一个新娘子，技术、音乐各方面都是堪称是 top of the top。但是张艺兴老师的场控，他的场控，他的能量，他的时髦，其实我感觉到已经没有办法判了。实际上我已经被晕了。张艺兴老师的整个状态，他的气场完全的盖过整个，所以我真的没有。所以你给出了 one more， OK， 应儿老师。我觉得太震撼了，因为布布超级厉害，在我心里。然后我之前听说了一次的现场特别大，然后我今天看到也是吓到我了。然后我觉得两个人都特别神奇的，所以我觉得想来 one more。牙哥，我最后问，李天哥。我是说，我最公平的看的话，三轮第一，我觉得是已经给可能还有热身，好都没有热身。然后第二轮的时候，我感觉两方是基本发挥是差不太多。我是因为三轮的时候不会，所以我会觉得差不多。我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。布布是把难度藏在了舞蹈里面，然后张艺兴老师呢是把这个炸裂把难度表现了出来，所以说我觉得张艺兴的 energy 我非常喜欢，然后布布的难度和连接上面我也很喜欢，所以说我觉得在三轮里面，从我的角度来说，也可以帮我，也可以判定每一个两个人也都可以判定，就是看自己喜欢，最终我还是觉得有点还是不好看，所以说我本来想还想多看一下。
he have time, he always dancing. He always dancing. Yeah, so I'm this actor who king. Yeah, 你们辛苦了。牙哥。我感觉被这一系列的裁判欺骗，不是说好了可以判吗？到底能不能判？没有，我是觉得这样的，就是首先，张艺兴老师呢，是我觉得，就街舞啊，这么多年来真的是能为街舞爱乐广出力的人啊，其中。就是目前是第一位啊，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要非常感激他啊，能够搞这样的一个赛事，同样也感谢我们的 Cones， 对，所以我觉得他给自己设了一个这样的battle， 其实是对他自己也是一种考验，对他自己也是一种绽放，所以我觉得。他会很珍惜这个 timing， 会很珍惜，所以对于我而言，我在这一刻只是一个裁判，然后我的心里面就是只有喜欢和不喜欢，所以我判了一心，因为他特别 enjoy， 特别享受在这个 hip hop 和 street dance 的这个文化里面，所以非常感谢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因为两位一直站在台上，但是我觉得两位的 battle 首先是非常的棒，第二点大家从裁判判罚就可以知道，他们真的是之前完全不知道要进行判罚，可能知道有这场表演赛，可能知道要进行三轮，然后这是一场 battle， 这是中国街舞历史上万千 battle 的其中一场，在今天这一刻他结束这一刻，一切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。我觉得对于波波来说，他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没人会因为一场胜负来说他是不是大神，他跳得好不好，已经不需要用 battle 证明。但是詹星队长对他来说，我觉得一个艺人能够来到 underground 的圈子里面，然后进行最纯粹的 battle，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 respect 要给他，好不好？是真的。波波对我说相信。这一场 battle 其实是你参加 underground 的第一次 battle， 然后感觉怎么样？
谢谢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和直播间前各位观众还有现场的所有观众说一下，大家可能觉得说现在这一场，感觉刚才发言好像就是今天活动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的裁判还没有表演。但是，不要浪费你们方声，因为裁判表演还要放在后面，因为我们还有一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All Stars， 我们的融合这一个奖项怎么颁？我们将会让所有的裁判总共选出16位，包括起舞的舞者和我们今天参加比赛的舞者，然后来参与到我们这最后一场 battle 当中，而且我们还有中国风的道具，以及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中文歌的 battle， 就在稍后。所以现在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裁判布布还有张艺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现场呢交给到我们直播间那边去，一会儿再见，谢谢大家。